锵锵三人行，大家好！哎呀，何导来了啊，还有歌辉。哎，歌辉看见何导笑成一朵花了。我喜欢何导的电影吗？啊，喜欢何导电影啊，爱屋及乌是先喜欢电影，然后喜欢人。我喜欢何导的家人。哎，但是咱们今天说一挺严肃的事儿，这事儿关联到我自己，我觉得都聊郭德纲呢。他妈，郭德纲什么那个藏蜜排油减肥茶的那个广告，看了吗？央视315晚会给揪出来了。说这问题那问题，现在网上就全是一通争论爆粹什么的。我觉得呀、啊，我觉得这个中央台打假一点都没错，但是呢，这个老百姓怨郭德纲，实在是我有点替郭德纲冤得慌。你说，你这身份说这话可要小心哦。哎，其实，哎，文涛，你不这么觉得吗？我觉得何导也会，就是作为明星，做一个产品的代言人，他还能做到什么份儿上去啊？他又不是专家，他又不是有关监察部门，他能够做到的就是你们把所有的这些证书拿来，我看，我知道，哦，你这是一个被通过的合格产品。郭德纲不是据说自己都还服用了吗？我觉得呀，我看了这事儿哈，我觉得就是。实际上是不是中央台的本意我不了解，又是猜本意，又是说春节不像春节晚会，都是说这个不是这个本意我不了解。但是最起码让我觉得这事儿呢有这嫌疑。你觉得有这嫌疑，这不是把我们中央台庸俗化了吗？也不能说，就是因为我觉得是中央台把这个打假庸这件事儿本身给庸俗化。你有什么根据这么说？你比如说有几个。第一呢，就是说我们不能要求名人做广告这个事情，你没有法律禁止他不能做。第二，也没有法律规定他应该怎么做。第三，他自己不可能去成立一个研究所，说每次我要代言一什么东西，我的研究所里要证明这东西是没问题的。他只能依靠的国家纪检部门、工商部门等等的这些拿着纳税钱来工作的这些人开的证明，他来决定我接不接这个广告。我替不替这些产品去代言。而且呢，就算他代了言了，有的人吃了管用，有的人吃了不管用，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你无论是饮料无论是药，是吧，你不可能说同样的药你放在同样的不同的人身上它都起作用，这不可能嘛。所以有一些观众那个提出说啊，你这个明星你代言这种产品你用过吗？有效吗？首先这个明星没有这个义务一定他要自己去用。第二，他就算用了，没有义务吗？他就算是用了，他说有效，就等于你有效吗？你一定有效吗？那不一定啊。对呀、啊，这个我跟你说，何导，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人中央台已经正式否认了啊，说我们绝没有什么，因为郭德纲不上春晚才弄315弄这事儿，这是一出。但是我说啊，这个事儿他可以分两方面说，哎，咱这主持人得装平衡嘛，就是说。你老实讲，从郭德纲、从名人、从公众人物这个角度上讲，要慎重吧。这个慎重，这个自我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无限的，对吧？这是无限。但是我跟你说，我自己啊，接广告，人家有的人清白，就是说干脆我不拍广告，对吧？我不敢说这话，虽然我也没拍过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不是出于什么功德，这老实承认哈、啊，真的是出于避祸。就是说啊，如履薄冰，千万别出事儿。所以这种就谨慎到我为什么想到郭德纲那个事儿？他拍的是个什么广告？你比如说啊，我有过一次事儿，挺有意思，也一个减肥的一个药，你知道吗？咱们公司帮我都接了，我也答应了，其实我是代价而沽嘛，我也答应了，一大块钱都收了，最后一刻。你知道这挺惊险的，最后一刻给人道歉，给人解释，把钱退给人家，说这个不做，为什么？因为我一直以为他拍的是那种30秒的广告，然后到最后一刻啊，我拿着这剧本了，拿着剧本我一看，呵，这是一场戏啊。那一下说他写的都是台词儿，你知道吗？一说，哎，大家好，我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窦文涛，今天在我们这个现场啊，我请来一位当年的芭蕾舞演员，大家知道吗？他当年不跳舞之后，一下子变得这么胖了，现在他怎么又回到当时跳舞的样子呢？完全是用了我们这种，然后这又是一位相声演员，他，我一看这个我就有点推销广告，而且他是在那种地方有限播出，我就有点害怕，就12点以后的。哎，我就有点害怕，所以呢，这个回来，老实说挺心疼的，一大块钱的。
我其实这个东西啊，其实观众可能有些观众消费者哈、啊、不太理解、嗯、以为一些名人到电视前面说产品也好，说那些广告语也好，好像是名人自己编的，其实不是，他一定是一个创意公司，嗯，或者创意人，然后呢跟厂家或者跟他的广告代理公司完成了一个台本，广告的台本，因为我也拍过广告嘛，嗯、作为导演来讲，嗯、对对对，啊，那这个呢是你不能改的，你导演也没有权利去修改这个创意公司的所有的对白，嗯嗯，那创意公司都是 OK 的事情，然后呢演员等于是拿到了一个剧本。嗯，等于是在这儿去按这个剧本来演出。嗯，关键就是这个剧本应该是值得信赖的，就说这个剧本应该经过三审五审，经过相关的部门。嗯，我说这部门说现在就是一个这么个问题，为什么我就说，对，大家在说郭德纲如何如何，他应不应该就说是以后慎重一点，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反省的问题，对吧？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说这个广告违规，你从根儿上说吧，就是说这产品怎么上市的？这产品就像你上，这广告怎么上电视的？如果郭德纲他说的是真的的话，就像你歌辉说的，我觉得通常你像我们要求比较低哈，也就是这样了。你的批文、你的审批手续、权力部门的认证，你给我，那么合格。然后我自己用了，我给邻居用了，那还怎么着？我觉得他已经不错了，他自己用了三个月。而且他觉着还有效果，又给他的助理、给他的朋友、给他邻居用，都觉着没有什么问题，这才决定接的这个广告。就你从我觉得这作为一个名人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我觉得啊，是个大家各方面都共勉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你要求郭德纲的问题，也公众责任、公众道德什么得，你要负责任，对吧？那这广告也是媒体登的呀，媒体播的呀。前几年你要讨论过这问题，说电视上那么多广告。那难道说这他媒体不负责任吗？广告部不管吗？只要给钱就播吗？那你问郭德纲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用来问电视台呢？不是，那公共汽车也是啊。那公共汽车上喷的那广告，那谁喷的呀？那不是郭德纲自己去喷的吗？总监有一个人同意他喷到那上面吗？那报纸上登的那广告都是谁批准登的？那跟郭德纲有关系吗？跟名人有关系吗？所以这个事情，我觉着有一个网友写的一个东西，我觉得特别好。你不能因为什么呢？不能因为强奸案呀、啊、增多了，是吧？你就制定一个妇女禁止出门法。但是确实，你不是有那老大爷就出来要告吗？就说那你明星在我心目中是有形象的呀，我就是冲你买的，我就相信你把我给坑了。那你不能这么说呀，你相信他不是药剂师啊。你相信他干什么？但是话又说回来，老百姓真的是很可怜很无助，你让他相信谁去呢？不，那他不能这样，因为你首先要买一个药，你觉着哎，郭德纲或者说是许戈辉或者说是文涛，你们做了广告，哎，我看了，哎，我喜欢你们人，我首先呢这条广告吸引我了，然后呢我一定要去问一下药店里，问一下这些东西，我看他的一些合法的证明啊，什么东西，这些东西的东西是你要你自己要去这个要做的工作，他只是吸引你知道了这个品牌，他并没有保证你这个东西在你身上一定见效或者没有副作用。其实啊，你们说这让我想到什么呢，就是咱都承认明星名人私人生活里私下里的事情不需要对大家负责任，这都承认吧，所以说的就是在公共生活中你出现的时候，我现在觉得啊，人民有一种期许，这种期许有点类似于过去孔子讲的那种士大夫的这种人格，就是说你在任何场合你甭跟我说剧本啊，说什么这个那个的，对吧？你在公众生活当中说的每一句话你都应该是一个统一连贯的人格，而这个人格是高尚纯洁。你应该就是，所以说他甚至要求你，比如说这主持人拿到这个台本，不行，这句话我不能说，我没调查过，我得请一侦探公司，我查清楚了，要不我不说这话。那就是老百姓比相信名人，比相信政府职能部门要高，是这个逻辑吗？你这问题问的我没法说了，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这最近我不犯错误吗？改过自新吗？所以那个领导上教育我啊，我们这节目他密切监控啊，哎，然后他说一句话，确实跟这个郭德纲这个事儿有关，他就是说啊，说你不是小人物啊，你是公众人物啊，你得牢牢记住，你不能老拿自己当普通人，
当小人物。哎呀，这个就你知道吧，我这个干这行，我最大的矛盾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是什么啊，就是说你得承认他说的是对的，作为公众人物在公共生活当中出现，你确实得管着点自个儿吧，你确实咱就说得装，对吧，咱就装，你也得装出一个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象吧，对吧，装得很有道德吧。可是问题在于我这人较真的是什么呀，我发誓我真的感觉不到，我真的感觉不到。早年间有点虚荣心，觉得自己大小有点名，这几年连那都没了，我真的感觉不，就是说我觉悟低，我感觉不到我是个跟普通人不同的人，就他不是真的，你知道吗，就是说你对公众人物提出任何道德上的期许，理想人格的期许都是完全应该的，甚至说公众人物你做错了事你道歉你反省，你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格修养也是没错的。可是我要说这不是真相，那该相信就是说应该什么，和我也大小见过几个公众人物啊，我跟你讲，你可以说一个，你说某一个公众人物他道德比他高，但是咱要大面积的说真是不符合我的观察，它不是真相。就是说大面积的讲，没有什么证据说明我见到的那些个公众人物道德人格道德风尚，你举出一个道德高的，我永远能在普通人里举出一个道德比你还高的。所以说呀，这个事儿不光是公众人物的事情，道德水准呐、情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问题，不是说这是一个名人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高啊，不管你是公众人物也好，还是一个普通人物也好。但是由于公众人物，你往往是由于比如说更便利的可以在这个媒体平台上出现，所以你有示范作用、哎、这个示范作用我觉得还是重要的。由于你有这个示范作用，所以你还是要严于律己的。也就是说公众人物啊，我觉得更应该夹着尾巴做人，因为你已经得到了很多了，而且这些得到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在别人看来好像是容易的，就是你想观众喜欢你，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理性的分析啊什么的，他就是喜欢你了。但是观众恨你怨你也是很容易的，恨铁不成钢，观众希望你是钢，你斯大林就是钢的意思，观众希望你是钢，但你怎么老是呈现出铁的那一面呢，观众不干了。你这个我倒是觉得哈，收敛吧是应该的，是吧，你说的那个我也同意，就是名人嘛，你们自己对自己的这个道德的要求啊，要比一般人啊、哎、要自己要自律哈、啊、要更高一点。嗯，但是也有一问题，就是说还是要更自我，就是说你要知道你虽然约束或者说你去收敛夹着尾巴也好，但是你不能是一个假的人，就是你不能把自己给做假了，因为这个社会虚假东西太多了，你要名人都在做，当着自己的粉丝也好，当着喜欢自己的那些普通人也好，你去伪装成一个和平窦文涛或者等等的，我觉得那东西都是假的窦文涛。所以但是呢你呢、嗯、领导呢可能就希望就是说你哪么假一点，假可以、哎、假，但是你都得必须要做到这个，你知道吧，人不就像学雷锋一样拔苗助长的。过去中国的这个儒家容易带来的问题就是什么塑造成伪君子嘛，就是说对你那个理想人格当然好了，当雷锋当然好了，但是你还没做到之前呢，你还不能说自己就是。所以我现在觉得这个争论说到底是个什么呢，被骂就是公众人物的命运，你这是正常的。因为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在公众生活当中啊，你在演一个东西，这里边寄托着大家美好的理想，你也有责任，你靠这挣钱嘛，说吧，你得演嘛。但是你这个演的过程是个什么过程呢，不是个已完成的过程，而是一个所以公众也要踏实，也要明白他会不断的犯错，咱就看着他能不能越来越自我更新，在观众面前不断的自我改造，呈现出一个人从小人到君子，这是一个发展进程，一个不断自我修养不断明心见性的一个过程吧。我倒是相信这个骂与被骂，这是一个过程，会是一个过程，一个社会和一个人群成熟的过程。在早期不成熟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一个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这种骂与被骂可能是一个必然。但是我相信这个社会会越来越成熟，就像那个公众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就去喜欢一个明星一样，他以后呢也不会
碰上一点点小事就觉得生这个心理上非常承受不了，觉得把这个所有的怨恨都发到这个公众人物身上一样。其实这不是说都骂郭德纲的，就我发现争论就众说纷纭，甚至还有人说的又庸俗话，说全是羡慕嫉妒恨。这不是我现在觉得有些挺极端，你像我还是属于向好的，就是我觉得我不好，但是呢你比如说我恨不能当播音员呢，我念的是别人的稿那行了，但是咱这种节目你藏不住啊，你人格低那玩意儿没办法挡不住，你知道吗？你得只能慢慢进步。你像我还听过一名人饱受这种抨击困扰的，他说的那个那就是消极的，他就说我不认为这样，那为什么呢？我当时走上这条路我就是干活拿钱，对，一般都是说你既得利益者呀，你那个享受了很多便利嘛。他说那为什么不能这么理解呢？好，我就是这样的人，那观众你如果觉得我不好，你会对我慢慢失望，你会骂我，于是我慢慢没市场了，于是我就丢了饭碗了，于是这就是我的教训。你说他甚至这么想他的这个历程。哎，我倒是想到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现在呢总说公众人物名人，我们其实还应该强调一个概念是什么呢？是公众机构。这个名牌机构什么意思呢？我想说的啊，就是我们国家的各个政府机构啊，这个职能部门呢，他应该去很好的去行使他的职能，不要把这些责任呢都推到名人身上。名人他只是一个个人，其实你比如说这个啊，你工商部门，你税务部门，你各种监察质量管理部门，你应该承担起你的责任来呀。为什么老百姓他一怨他就去怨那些人呢，个人呢？因为可能在我们很多的这个民众概念里，那个机构啊是一个强势的，他没辙，他没有办法，他无法去和他抗争，他只好把这个气儿撒在人身上了。所以现在这我是比较同意的，因为我觉得就从郭德纲这事儿上啊，其实我就看出来了，你说这个晚会前面工商局也好，质检部门也好，都知道这个事儿了。为什么这个晚会完了以后第二天去把所有的药品下架呢？这不就是这都设计好的呀，你一看是设计了一个东西。何导揣测揣测啊。但是现在确实很多药品广告是导演出来的，网络视频都出现讽刺这种现象的视频，我可以给何导你看一段。为了印证我们产品的神奇功效，我们特别有请中国著名画家、中国美术家常任理事郭海城先生。我不去演什么戏呀、啊，我这一天卖一扇半住，我找这摊谁看着？秦海湖，您那好的。你去吧，我们家亲戚说一天200-300块钱当演员还管饭呢，去吧，真的是好生，去吧。没错，你去吧。要不我试试。郭海城先生由于平时工作太忙，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身材，所以体型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你别笑我了，我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每天把我所有的心思都放在绘画上，我的作品越了别人，可我却成了这样。没有关系，我保证你在10分钟之内找回自信。看那医疗广告好玩吗？哎，我觉得这个讽刺小品拍的真的相当不错哈。哎，因为你如果不是你先告诉我说这是一讽刺小品的话，那医疗广告那个。我就是那种广告，有一些医疗广告就是这么拍的，没错，就会天天在电视上你都可以看得到。我记得在我刚生完宝宝那一段时间哈，我还真的是为这个减肥挺发愁的。在那一段时间呢，每到12点以后，你就看地方台经常会有各种类型的减肥广告。后来我想想看，也真难怪那个老百姓他们会这个会上当啊，会去买，会动心。我那个时候，我们做媒体的，我们知道很多广告，那根本是瞎掰，对不对？但是我真的那时候，哎，我真挺动心的，因为你自己为减肥这个事情还是很苦恼。那他一会儿说啊什么什么肚脐下方什么抹一滴，然后耳垂后边抹一滴，你想，哎，这么简单，那也不过是几百块钱的事儿，我试试呗。我真动过心的。你这我还看过，那有的那个，就说我当年讲黄段子，那算怎么回事？我当年道德水平很低啊。对，但是我现在看那个，都是那种怎么壮阳的，就是男性生殖器增大，
一呼溜一下，纪录片在非洲丛林里有一个部落，这个部落的男性都大，原因是他们都吃某一种树叶，然后夸一卖，美国人出来了说啊，这个我们就是用这种树叶做的。所以看来媒体啊，这个影响啊，不光是影响普通人，也影响是吧很有智商的人是吧，也影响。所以我觉得真正是普通人，真正应该自律的就是这个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是吧，你这个电视媒体你自己不把关，你把责任都推到代言人身上去，你不播消费者就不知道吗？你看哈，还是他就不为钱了，媒体就不为钱了。我对这个事儿啊做过很多次节目，所以我现在方方面面我全清楚了。中国出了一个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大家都在说怨他怨他怨他，实际上你说不出来怨谁，就从根儿上开始你就检讨吧，对吧？这产品怎么出来的，怎么审批的，怎么拿到这个证明的，怎么拿到执照的，怎么找到明星的，怎么给明星设计台词的，一直到最后电视台广告部怎么收了钱就播的，报纸版面怎么就给了版面的，你说谁对谁清白是吧？对，中央台跟踪报道所有拿回扣的这些人，在这些电视台报纸登了这个广告的人全部给踢了出来，一网打尽。所以最终还是一个诚信的问题，就是你那个内心的那个欲望，你那个最就是最本心的那个，你知道是善的。我说不拍广告吧，其实也是。